不會參加下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，原因就是我必須在未來一段時間裏面照顧好家庭。如果我參選下一屆的行政長官，恐怕在未來幾個月的時間裏面，我的家人 因為我的選舉工程會承受一些他們不能夠承受的壓力，在這個問題上我必須保護他們。I shall support whoever wills to be elected and whoever is capable of being put by the central.